戴绿帽功能。你本来就胆小啦，你也太鬼了，我想当人啊。我先说那个白色死之白色在关灯前死掉，对，他死在那个水管的，就是那个装水那边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水房那边啊，对，水房那边。那这样的话我在离开那边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往那边走，哎、欸、啊什么意思？我在离开水房的时候，就是往外走嘛，看到有两个人直接往那边走过去。那你知道是谁吗？一个是深绿色，另外一个我忘记了。深绿色，那我那时候直接走上去了，没有在下面，因为我下面已经解完任务了，然后趁插上面。我是说关灯前啊。啊，对啊，关灯前了、啊，然后关灯的时候我就不在下面了。可是为什么我看到你往那边走过去？因为我从那里上去啊，所以没有从那里过去、啊。先不要紧，那这样镜子你在哪里？你怎么走的？我现在在会议室那边。你现在在会议室那边。好，我觉得我这边应该可以，就是如果要保的话，我应该可以保婷婷，因为她都在右边，所以她根本没办法来这边。我想问你一下，你说你看到拿铁是关灯前死的，你是看着他从白从绿变红还是？没有，就是关灯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红的了。哦，那你怎么知道他关灯前就死了？因为关灯前我在看东西啊，就是关灯，你们已经关灯，然后有一段时间了。那个谁，婷婷上来刚好看到我在那个。中央室那边看人。不对，你是停电的时候看心电图的。对。那你为什么知道他是停电前死的，而不是停电的时候死的？好吧，好像很对。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手去砍的？不可能啊，因为我在那个我在中央室有遇到那个婷婷没有，我问一下，这一场除了你之外，还有人看过心电图吗？代表说也有可能是凯尼说谎。对，因为你有其他人看到心电图的东西，而且你这一个我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你这个点，这边嫌疑人是奈斯跟凯尼了，因为奈斯经过，然后对，凯尼，我在下载的时候就停电了，奈斯还有另外一个，但我就真的忘了，如果我没下载的话，我会讨厌你。我觉得你要开始讨厌了。什么东西、啊？
在西凉吧。你在哪里？配电视门口。哦，配电视。配电视，又是配电视门口。配电视直接杀我、哦、天哪！哎、欸，好吵！为什么这杀手最近的人？我觉得是新鲜的。我也觉得怪怪的。我觉得不太可能不新鲜。我现在在那个中央市那边。我只知道我在停电前有看过凯。我是从右边往左。现在是在我在那个通讯 WiFi 房外面。这个是什么词？可是不知道红色尸体在哪里，二十秒前可能没有办法估计耶，是吗？哎，有可能已经离开了，也有可能尸体就在 WiFi 房，就是。我现在的话是，就是在货仓上面了，就是往左走那边，往左走。那我上去的时候有经过凯尼，可是凯尼没有看我，是在 CD 吗？啊！我不知道，可都可可，我那时候我往上走，看到凯因，我还没有死定了。哇！哇！你我整个定格了，你没注意到。要不要讲一下我的路线啊？因为是我拍的。嗯。你讲一下，你讲一下。我原本是在中央室嘛，对，中央房办公室那边、嗯，然后走去 WiFi 房，之后走去医疗室，然后再走去那个，我要准备去那个 CAN 房上面那边，嗯，然后准备要走下去的时候就停电了，我就走上来要开电房的门的时候就看到尸体。哦，这个杀手我来讲，哎、欸，杀手这是第二次了，我刚前上一场也是这样子，是哇塞，对，上一场我忘记是谁尸体，好像松亚，好像也是松亚。那次是拿铁卡。嗯，是的，我在。那等下，那奈斯。哦，我在 WiFi 房外面呢、啊。What？ WiFi 房外面比较右上吧，我那时候再去那个解电，然后就被按了。嗯。就是仓库和 WiFi 房之间那个位置。旁边的意思那边吗？在上面一点点那里，然后就被按了。我怎么？剩下十秒，这一定得要投一个。啊！一定要投一个。我其实有点怀疑婷婷是自导自拍耶，在是不是没有人在左边啊？我不在左边吧？我在路上。我只是怀疑我不是咬你。哎，我在，你在我眼里一大堆浪。剩五秒。啊！抱歉。不行啊！哎、欸，看这个，我去！有点硬投，可是不硬投也是爆炸吧？但没有结论呢、啊，就很难。OK， 完了，完了。不行啊，这个时间太长了。刚才有说到奈斯是要去修电还是？奈斯在修，我在门口啊。门口？诶、欸？对，我跟静姐待在门口啊，然后他们两个在里面呢、啊。谁跟谁在里面？我跟凯尼。你是说这一局还是上一局？这一次吧，毕竟。第一局吗？对哦，对啊，没错没错。就我就看他们在解啊。可是不是应该修电，然后
剩下的人就是有人留在牌那个中央寺牌桌吗？怎么晶晶跟不知道？我看到我就是解完电之后，我绕右边，我看到你是走出来耶。你哈？就是我进去那个中央寺那边，我看到你是走出来，然后我到的时候就停停拍桌。你看到你是走出来？好，为什么你会看到我走出来？为什么看碰到你走出来？不是你吗？绿色啊，对你啊，你不是走出来吗？为什么？看错颜色吗？为什么你们选择这点任务？待会人家狼双刀就结束了呢。嗯，我原本想说。想说会有人留着拍桌，所以我就跑去那个配电室那边了。你们两个怎么离开的？嗯，哦，他们两个去解任务。不是啊，这你们全部人的行动都很奇怪。现在我觉得婷婷好像比较好一点了，因为她又修电又拍桌，我觉得她这个形象我觉得很好哎。可是我觉得，拿铁会不会是一个误导？拿铁，说不定只剩下一狼，就是一刀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一狼？我们根本没有投过任何人出去。啊对，没有他。我觉得你这个你真的很奇怪。你刚刚拿铁死，你又说他是停电前就死了，然后你说你是停电的期间看的，然后你现在又说可能现在只剩下一个狼，现在是怎样？拿铁自杀是不是？拿铁会自杀吗？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奇怪。我。你投我，投我。我要投凯。投我。你就投我，因为我不知道你。我觉得凯尼这样太奇怪了。我这场好怪，我在干嘛？妈的！凯尼太奇怪了，出去。八千，我是智障。他咬我，我以后不相信镜子了。不是，他你自己我跟你说，那我把自己，我是你自己把自己咬爆了。我超智障的啦，没有，你知道咬爆了。最低哦，所以我到底开始。我跟你说，我就算是人，你讲这种话，我好意思把你踢出去？我知道啊，因为我就知道一开始我在干嘛，咬死那一次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到进去的人是我的，对，砍的人是我。